机关署好像对对对会进去中心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那你对这个疫苗有什么？很多你要通盘了解之后，才会决定要不要施打。因为看起来体育署那边立场希望你每次去比赛能够都打。对，我其实不太清楚，就是看他们会把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先对，就是做一些询问之后会再告诉我。那现在多一个这个选择，会比较安心。多一个可以打疫苗的选择，跟你们以往之前的选择，会觉得比较安心。应该是会的吧，虽然我不晓得，对，是怎么样，就是可以，对，可以保护到什么程度。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哇，这好长。想说之类的，但我觉得我等下应该没有在力气上，会很喘。